哪里的？东北的。多少人？看对面。穿衣服呢？那你七八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浑身挺多，还行。画完了，画完了。我出去不得给你们偷拍一下公共浴池吗？是不是？行行行，精神小伙，真精神小伙，老公你鸡巴怪大，别这么说，回去补个直播收费吧，等我看他妈在家，他们回去了还得做饭，做完饭看他妈呢，射了吗？操过了吗？操过了，哈哈，楼上来，有孩子吗？没孩子，晚上不喝麦饭。Xe ở đây nhá. Vậy cầm mấy người theo đi. Thôi con nói cho sữa. Của mình ta đi phan lơ. Thủ lụ, ừ nè, thủ lụ. Chuy xí giỏ à, biểu thí mà. Biểu thí ý à, cái biểu thí ý à. Chú Yên Nán Nông Xuân xí giỏ农村澡堂子旅游节目，不是日逼节目，一会儿去澡堂子啊，这没人气呀、啊，上不来人气、看到没有温泉、我不吱声了啊。老公你看这里嘛，安全一点的不香香吗？我这边拿会找咱们，你想过来这里听？我不想。专业的摄像头拿稳点。嘘，别说话啊！等会儿，等一下给你们看看外面。哎，这个，这个。专业的，看。这是公共厕所吧？越南澡堂子，农村澡堂子，农村澡堂子就这样啊，兄弟。越南的农村澡堂子啊，跟哎，别说，真有点像公共厕所啊。
你看，是温泉水。澡堂子已经男女不进了，这是单间，相当于单间似的，知道吗？跟单间一样。看，双黄连，黄双连。搓背，魏老板，搓背，有点味道，有点性情，你咋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老婆来了啊！操逼，操逼啊，兄弟，操逼，等人气上一上了啊！拿主播支架好了啊，是不是，老婆？给你看这外面，尿呗。越南的网竟然这么好，都是四 G。看他脱衣服，等会儿啊，兄弟，我问你口罩呢？拿出来吗？去，好了，老婆去拿出来看。姐，那这里不拿，我都试试啊。老王收费吗？收费啊，这跟单间似的，你拿你带你的，你带就可以，我不带。